due to the pandemic, it's getting a bit worse, exacerbated by the pandemic. And by the newest report by FAO, together with other partners, now the last year we have 811 million population suffering from hunger and food insecurity. Bawal. Bicin tak dah tahu nak kan hantar nak nak ni cerna uang. Kau mana saya ambil? Doin nak kan hasil mana cerna kan? 在饥饿中的苦难的国度里，要吃一口饭是很难。可是呢，富有国家总是都是没有去看到它，也不以为呢。 它跟自己有关，这都是现代人呐，视而不见。在媒体这么发达，资讯这么发达，一直下，就可以看见天下，就可以看见苦难人这么多。 但是，都很少有人一次见苦难，大部分呢，指的都是很风光、很娱乐的、很富有的，如何享受，去找出来享受好吃的。 那就是不惜一切要去吃到，这都是很不均。世界粮食呢，在这人前里很不均。我们平常所看的，我们所享用的，好像呢。 很富有，可以看到社会间呐、啊、人的生活，吃的、剩的、丢的都很多，看着看着都很不舍。全球啦，快80亿的人口有。 8亿多了，常年呢都在饥饿，等于呢在饿中间呐、啊，有一个是在饥饿边缘的生死喘息。假如都能看到，只要我们人呐、啊。 十个人减下一寸，那十寸饭累积起来，就一碗饭就可以呢，供应给一个人吃得饱。这对一般的人来说没有困难，而且呢，更是健康之道。 现在的人呐、啊，是吃得过饱，营养过剩，所以呢，身体会有病。医师都会常常说，少吃一点，那少油、少盐、少糖、少饭。 饭吃少吃一点，这都是呢，表达了，只要少一点，少一点，少一点，表达是健康。那一些少一点、少一点的累积起来，更
给了另外的一群人，那就是呢宝竹。我们呢能有这样的想法，要做到不困难，可以给那一些呢跟饥饿搏斗的人，让他们呢安全生活下去，生命会当呢唔免烦恼的生活过。所以说来，健康之道，真正的呢，就是要多一点爱心，少浪费一点食物，那就可以供应给天下许许多多受饥饿人的生活，让他们能饱足生活。这都是人的观念，人的观念呐、啊，一个观念翻转一下，天下人人有福啦！啊，这是咱爱大家人的福哟哈！人人发一念心，常常说一生无量，不要小看自己。只要我们有心，不是富有的人才能做到，不是。做善事不一定有钱人的，只要你有心，愿意付出，呼吁大家借力使力，人人呢使出来一点的力量，就可以呢辅助了许许多多。我们出一个力量，轻轻的一指，也许呢给他们呢一股大大的帮助。只要我们人人愿意啦，啊，这不只是帮助苦难人，同时呢，也增长了社会的祥和，也是呢，翻转人人呐贪欲痴念，增长了人人呢爱的慧命。我们要学佛，没有其他。佛陀教导我们造福修慧，我们要造福，福如何造呢？那就是不忍众生受苦难，彼此呼吁，我的力量不够，借你一分力量，鼓励你也出一分力量，少吃一口饭，就可以累积呢多碗饭呐、啊，供应了多的人，多多少少这一份爱心，爱心一起，那就是增长福。或是从爱心开始，有爱心啊一启动，绝对有力量。说来呢，帮助人没有困难，全球啦，现在粮荒啊是差不多所有人口的10%啊，但是呢被丢掉的粮食呢，全人口有1/3被丢掉。这1/3的大家人所在的用的物件，1/3省起来，就让10%的人享用，
不都是很均匀吗？人人保持啊，大家人拢会饱，大家人拢有通吃，这就是人呐、啊，可以呢，心念一转，天下均安，天下的拢平安呐、啊，大家人拢包容啦、啊。社会祥和啦，都快乐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不断来呼吁，让人人观念呐、啊，观念想通了、啊，看透了、啊，很自然呢、啊，就会懂得如何节省的一点点，这呢才是人间之福。